大家好，我是宝妹，我是阿伯，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。一万是阿伯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来服务。住宅方面的问题，做务方面的工课，收机边的听众无清楚、无了解，伫咱下晡时间前两点钟呢，欢迎咱的好朋友吼，你会当多多来利用。赶快提醒你，不管讲你是新朋友或者是老朋友，你会当透过咱的 Line at 或者是讲吼现场的电话，包括吼写 email 啦、卡电话啦，吼你拢会当吼甲你的疑问呢，透过即几种方式，互阮知影、互阮了解。啊，如果若是讲住伫外县市的朋友，你嘛会当吼线上收听，因为咱即卖网路、网络的这部分呢。可以当好外观区的朋友，赶快收听得到咱的节目。好了，马上来接听电话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宝妹啊，宝叔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宝妹，这久无听到恁的声，甲宝哥声。宝哥，我想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哦。好。我咧印材下边哦，有迄个规排迄种人有无？啊，伊两个上班上咱咧树上咱咧插手哦。啊，这是咱讲是树头迄种人。爱出去，伊若跳出去，是要读什么写字？一咱就会叫咱就提糖咧，是毋是种问题？哦，你问我啊，宝叔，这是要哪样子应采啦？哦，好，空心菜，好来，哎，这个南部上面异花哈，这种物件叫做泥齿货哈，齿货哈，咱一般第一个有来对讲，第一讲叫做旧茎啊糖哦，因为伊咧行的时阵，伊安尼辛苦的膨鼓起来哈，啊，然后头前那个春起哈，啊，然后个膨鼓啊，那个春起哦，就像咱卡通内底看到糖咧行咯吼，啊，大概咧讲诶，拢咧讲即种诶一个许吼，啊，拢是即种经验，啊，即种即个糖伊去真，伊通常是叶啊一个后壁面，啊是讲伊较袂去，啊日头较袂去曝着诶，即个所在，啊伊中咧行起来拢会是头前吼，比如讲伊会先用即个三支脚啊翘伫即个叶面，啊即马甲鼓起來，啊后壁咧啊两支脚固定，啊即马。来个行去啊，三脚两脚安尼吼啊，所以咱旧茎吼，所以你那从一个茎安尼吼，所以咱咧讲这种叫做旧茎啊糖吼啊，所以呢，有诶就是讲，大概当像这种吼，啊这啊，有当时啊就是讲，像那叫做泥齿货吼，泥齿就是以前那从咱手是不是？哦，咱若是讲一个所在要去量，量我讲伊是差不多几公分吼、哦，啊，咱是毋是会用手？哦，比如讲阿伯的手是22.5公分吼、哦，我就是安一粒吼、哦，两粒，安尼是毋是会怎？啊，咱一粒的时阵是毋是大骨膜的？所以啊，即马即闭落啊，对无吼？啊，手会怎啊紧起来？啊，即大骨膜含尾再一个坑做伙，啊，较去撑起，大骨膜含尾再一个撑起吼。啊，即种啊，即种叫做泥齿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模拟的一支手吼、哦，啊，即就是啊，即以即种。方式吼，含即个旧茎啊糖咧行，就是像这种的方式安尼吼，所以这真好认啦吼。啊，这一般来讲，伊的一个食量真大吼啊，所以呢，这可能伫几只只吼，咱啊真容易去拄着吼，真容易。但其实伫即个油菜吼，油菜白菜吼，这拢啊，这同款拢是原啊会有这款的这情形吼。啊，也是一种即个蚁啊啦吼，就是讲伊成虫的时阵呢啊，嘛是像一种蛾类吼。虽然伊有一个特别名称叫做泥齿货吼，就是讲因为伊的形真特别，但是伊嘛是一个啊，即、這个蚁啊吼。所以呢啊，一般来讲，伫咱即个许吼算五六月啊，即只只可以啊，那是七八这两个月吼，较大热的时阵，因为伊即种行烹饪吼，所以通常伫迄个时间会变较少。哦，较热的时阵，这种糖就会变了较少淡薄安尼吼。啊，至于讲这种物件要安怎去防治吼，因为这蛾类嘛吼。喂。啊，当有一定的这个效果。好。喂。有听到吗？啊，有。好。可能有稍微断了一下下哈，没关系。这个最近哈，反正咱会当讲的尽量这个许吼，这個、网络不要讲真损失哈，被雷打得乱七八糟哈，做些所在拢咧修理，所以有时啊有一点点啊，这个差别哈。
好啊，这个救金阿糖哈，还有这个是这个鳞翅目的解幼虫，所以你也当用种啊，等下看者哈，伫咱应采咱啊是虾米款的一个这个糖油啊会使用哈，所以咱通常啊会当巩固伫这方面哈，对讲伊是含这个盐啊哈是同款，但是就是讲。啊，你放地的时阵，伊迄会集中伫做后壁面的吼，即咱真容易去看的吼，就讲伊真集中伫这后壁面，所以啊，咱伫这用药的时阵啦吼，就讲伫用药的时阵啊，真知影有去看到这种情形，伫叶啊后壁面一定爱甲伊转伊的掉吼，所以咱啊，大概咱咧用的一个这個方式吼，因讲像这个纳莱德啊。啊，这种的一个，啊是讲像这个焚化炉，哦，这其实效果还可以，哦，这焚化炉有一种啊咧用，哦，它大致上，哦，这啊还可以用，哦，啊这赛洛宁，哦，这两种用一种，哈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像这个赛制头的这东西，两种用一种，哈，啊配合这纳莱德来用，啊是这可芬诺，哦，这种啊，因为咱咧皇帝这个。即、这个野的时阵吼，叶蛾类的时阵，即个物件拢有一定的一个即个效果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互你小了解者吼、哦，即大概是啊安尼即方式吼、哦，即并无吼、哦、啊，并无讲真特别，但是就是讲啊，即个糖油啊，伊通常伊生性拢无好吼、哦，尤其蛾类一个即个油啊，所以变作就是讲油啊后壁面那边怎伫即后壁，尤其即马伊较大长了吼。哦伊个叶啊会流啊水水，后壁面你若转较袂掉吼，啊效果就变较歹吼，这最主要，这个原因是伫这只只吼，所以啊无啥物较特殊的一个这个防治的方式啦吼。那但是呢，伫这方面来讲吼，这方面来讲呢，啊一般是需要吼，需要就是讲伫叶啊这后壁面呢啊来改这个防治哦，好势安尼吼，所以这大致上吼，大致上是安尼这情形啊，这当互咱好朋友呢小。稍来了解一下吼，啊，这大概咱那是伫咧应用的时阵啦，吼，就讲，尤其伊那是习惯伫即个后边面的吼，就讲较容易去避离后边即只只吼，即都真啊真歹来解即个药吼，啊，算咱咧转药的时阵咧较歹转吼，即个唔是讲即个药啊无效吼，纯粹真正唔是讲药啊无效吼，啊，真正是因为咧即个啊相关的一个应用内底吼。啊，这多数是这个较歹来啊有效果的原因哦，比较不容易有效果的原因是虾米款吼？较不容易有效果的原因呢？啊，最主要拢是因为呢，伊这个移行性的啊，这个问题啦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部分就是讲难免咯，甲转啊转也掉吼，这大概拢是这个啊爱去思考的吼、哦，通常是这个卫生者人讲啊，这什么药啊一比一重无啦吼、哦，这到目前为止呢啊，这些药啊呢，这拢是。还可以，啥物？但是伫应采内底有真济药也袂使用，你咱听众朋友嘛知影吼，啊无实际上啊，要有真济还不错的这用药吼，啊不过呢，有时啊咱咧用的时阵吼，就是讲很难呐吼，真歹讲即、这个有较济即个假石头啊，通互你利用吼，即、这个困扰等都是伫即个所在吼，所以你用药的时阵小知影者，大概就你几种药啊通用，尔无其他较好的一个选择，为啥物无迄个药来选择？讲来讲。啊，佮佮讲到同款的一切代志，吼啊，即、这个扩大使用的一切部分，登记的小白菜不一定会当用的硬菜，听众朋友爱了解，吼、哦，嗯，好，来63386061，63386061。无清楚、无了解问题，住宅使用上的代志，好朋友拢会当敲咱的电话哦。好了，老师，我们来看一下吼、哦，大科的问题吼。大科呢，要问阿宝老师，有关黑将军的扩培了后，两包的这色水呢，有淡薄啊差异。伊讲吼，有一包呢，好像有点类似黄疸的这颜色，啊，有一包呢是白当中有淡薄啊吼微微的黄。啊，这一种是正常，还是讲两种拢是失败？过来个是白龙王玉米吼，细细长，啊一个开花，这是不是因为环境未适合，或者是讲吼水分伤过头多呢？伊种的所在呢是伫个海拔。1100公尺，哇，还蛮高的。即马地讲，拄只咱听众朋友即个传个即种相片来对哈。
啊，伊迄做出来即个色水有一点点啊，即个无啥共款啦吼。啊，目前我甲看起来，那是讲较正常诶，应该是有一点啊黄甘黄甘即种诶，即个啊，即种吼应该是了啊较正常淡薄啊吼。就讲、是、其实即个黑将军吼啊，拄开始诶时阵呢，有一点啊了啊黄迄种色诶安尼吼，所以。我是感觉讲，那是咱听众朋友一个相片内底较正手屏，去包里啊较黄感一束束啦吼，这是啊，这个应该是较像这个黑将军，因为伊啊，伊个这个做的时阵吼，其实所谓黑将军是它的绿色稍微浓一点啦。好，就是它的绿色是稍微浓一点，因为你这水分个真管，所以伊个包子化的程度无啥高，所以你看袂出来伊个，你那看墨绿色无，应该是会比较墨绿的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大概是这种啊，你那看一点灰白，这都较无讲真正常安尼啦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一般来讲那是普普啊，这种呢，这得手的效果较无遐尼好。你家己咧做即个黑将军的时阵吼，有一个工课一定爱去做吼。啊，就是讲，因为咱即个蜜桂炊粿，桂炊粿有水分，所以虽然是一粒一粒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即个吼算，嗯，伊那是甲做伙吼，有水分嘛，所以这蜜呢，搁看哪讲，虽然咱是用材来蜜吼，搁看哪讲伊嘛是会小花黏黏吼，啊小花黏黏的时阵呢，伊透气性就较无通遐尼好吼，所以我是感觉讲你这个蜜的选择好像没有很好啦吼，等于讲。这个蜜好像没有选得特别好、哦、所以那你不管是宰来啊，这个吹用吹吼、哦，算它宰来蜜等的这种吼、哦，这效果会好一点、哦、所以呢，伫家来讲呢，当我们好朋友吼、哦，小做一个这个啊，这个参考啦、哦、所以大概呢啊，伫家来当我们好朋友吼、哦，小做一个了解吼、哦，这大概是这个情啊。所以你那是了有一点啊黄甘黄甘，这种应该是较正常的，这个颜色因为一种应该是会接近于绿色哈、哦，就是黄跟绿的这中间，那是该有也变料较深。绿色吼，这种安尼啊，因为叶黏黏，所以要有一个工具叫做搓包吼，是讲伊爱把迄个夹做伙的所在，拢爱加用手安尼吼，加搓个开。甲人人个开吼啊，这个原因是伫遮吼，所以呢，这应该是啊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当好好朋友吼，小啊小了解者吼，这大致上是这款呢，这个情形啦吼，所以呢，这个互你小做一个参考吼，所以。那是讲要做的时阵吼，应该是爱注意这部分吼。当然，这里底有一些美角吼，美角哈。其实有一种的一个抗生素吼，就是讲，咱要种这个米，有你安尼咧吹，你若吹无好势吼，还是讲伫这个咧培养的这过程，有其他的一个菌呢会去感染，所以因为去筛选到一种抗生素，对这个黑将军一点作用都没有，啊，也让抑制其他的杂菌的这个生成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因伫这个环境内底，还是讲迄个米吼，伊会张工去改，并讲吹好啊，对无吼？啊，咱是唔咧坑了凉，要接菌。这菌的时阵，我都保证讲袂杂菌污染，啊要安怎做？伊就是啊靠这个药吼，啊这个用这种的一个抗生素吼、哦，这里这个商业化生产内底，这点这个是一个关键。然、哦、后当然啊，这个人无可能甲咱讲，那是虾米款的这抗生素啦吼、哦，等于讲有这种的这报告啊，你家己去吹，反正抗生素就是遐这种吼、哦，啊去甲吹出来了呢，你都有法度去做了会更加容易成功。啊，因为你用太空包的一个方式呢，太空包的方式就是讲，迄个底下嘴吼，底下嘴的这个所在，伊是不是会当啊密封了真好？因为我感觉讲你这个东西做了还不错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就是讲问题来啊，吼、哦，就是你无迄个搓包，迄、那个你这无加搓过吼、哦，所以也夹做伙，即马伊发酵哈。哦啊，有一个这个药啊，来过来就是讲，你一定爱加电药开啦吼，啊，电药开伊透气性，因为这种是一个啊耗气性的一个这种啊这个菌种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大概是安尼吼，所以你那是打那个给当家己往病看买下子吼，我是感觉讲，因为不也是一个爱黑白病的人，所以我拢会鼓励人黑白病吼、哦，你也嫌麻烦，你就买病呢，吼、哦，你家己黑白病呢，好像也还蛮有趣的。
但是无遐容易成功啦吼。这啊，做做诶，有当时啊是母鸡巴练邓糖，好像有。啊，又好像没有哈，无讲真有把握，但是呢，实际上这物件还是可以的哈，这个，也是可以去做的哈，这个我简单讲是这款呢，这经营啊，最后你小做一下这个参考啊。嗯哼。另外一个是这个番麦哈，伊真细长的诶，这个开花哈，应该讲水分伤过头济吼，这有可能，因为这种通常是生长逆境吼，并讲伊可能是去拄着，注意可能是这个肥吼无够还是安怎吼，我都看起来这种诶单单细细长的规划是毋是这个肥较无够吼，这个地是毋是较散吼？这个伊就会提早开花，啊，提早开花不是好事啊，吼，就讲伊也不够成熟，啊，伊开花，迄结出来这穗呢就没有那么大，吼，就没有那么大，吼，啊，所以可能是这部分的这问题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因为这号称是北海道的啦，吼，号称啦，是不是咱唔知影啦，吼，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伊是它会比较有一点点，吼，就讲伊这也唔是真，啊，就是讲真。这个真惊哇吼，所以倒是还可以啊。热人点倒是较无好种吼，热人可能是较无当遐尼啊好种安尼吼啊。最主要是安尼，只要你少了解着，所以啊，一般来讲，伫这个栽培季节吼。你咧栽培时阵啊，可能爱注意是毋是初期吼，就讲、是、迄个时间点，咱施肥吼，即、這个番麦有几个时间吼，所以你这应该是较无肥啦吼，感觉上即种伊生了呢，单单单单安尼吼，应该是这一部分的一个困扰。啊，即种种子无介俗吼，所以你上好是会当用即个血盘育苗吼，血盘育苗时阵啊用菌根菌吼，万一若无肥呢，伊嘛食较会起来吼，就较无即种的一个困扰吼，因为。啊，山顶会当去找到这种的一个地吼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这个种了会赚钱吼、哦，这种了真正是会赚钱，好好经营吼、哦，啊，应该是会赚钱。而且气候环境吼，这个玉米很耐旱吼、哦，所以啊，适当的这水分，因为当时啊，伤淡，等都是对于是一种的一个压力吼、哦，最好你少了解一下呢。嗯，好，来63380116338601，这是咱可以转刷电话，赶快欢迎咱兄弟变乡亲吼，一旦多多来利用。老师紧接着看一下吼杨真的问题，杨真已经问讲吼叶木龟，因为叶木龟呢原本是安尼健康，但是呢落雨过了，叶啊拢会断去，啊，即卖呢这叶啊断去了，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较好？是要甲伊吼，整理清气，还是讲爱用什么款的这吼物件？赶紧来恢复到伊的这个吼健康速度。伊即个落雨吼，可能伊讲落雨了，叶啊拢会家己断去。啊，为什么家己断去堵水啦？吼，就是讲伊迄个啊壮士断腕吼，所以家己会去落叶吼。这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啊，有一个落叶吼，和家己的一个这落叶啊。所以你爱为看伊那是为擘迄个所在断去，就是筋受伤吼。就是讲伊你内底可能是去堵着水啊，吼。所以呢啊，也为迄个擘的所在呢，和伊的叶子，因为伊即马就是堵着水。伊的一个空气量会较无够吼，所以家己的啊做不利的去处理，做伊的变做吼啊胃直接胃脉迄个所在怎啊啊就脱离掉，等于是落叶吼、哦、落叶吼、哦。啊，佮另外一种就是讲伫迄个啊，伊毋是自然的即个落叶，即种的落去拄则讲的落叶啊，就是因为伊水哦，就是讲伊堵水啊，无空气啊，无空气，伊要食水就食较袂起哩，你知啊？所以啊，消化一点仔进哦，伊可能得长得伤着吼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伊的啊作物的那是堵水了，伊拢会先落叶哦，会先掉叶子，所以这爱先真啊真注意啦吼、哦，就是讲这部分啊，是毋是你的下水要个无够吼？啊，是讲迄阵落雨的时阵无处理好势吼，所以筋有受伤。啊，筋脑受伤，你得啊用这个 B 群哈。真啊，无了解，你也当个含咱电台小联络者吼，大概变怎用变怎处理啊？咱用这个方式吼，你也当留啊啊保存一点点的这个机会吼。啊，个另外一个是爱去看看伊断去的这个所在是毋是有水吼？比如讲伊只遐毋是胃脉的所在断去，就讲、是、有一只啊小块那种去有滚水烫掉这种吼啊，所以你这讲家己断去，这应该是啊，应该是胃脉迄个所在啊，那无应该你也看到伊水啊，那是水这种呢啊，这个。
通常拢是啊，拢是即个药吼，算讲是疫病吼、啊，所以你即那是胃白去也是要离开吼，即、既然啊断去了呢，啊，你得改药啊呢，改即个归去拢甲清清个清去吼、啊，然后呢较紧的疫病的药啊呢，较紧对后边先改即处理一遍，啊，你处理即个疫病的药啊，脏心嘛爱，脏卡嘛爱吼，因为木瓜头足重要，木瓜是肉筋的吼，含肠啊足同款的吼，伊即肉筋吼，伊就是即个真好食水吼，真重水个足惊堵水吼，所以咱一定爱改顾好势吼，啊，所以咱尽量那是会使，就是讲，既然登记啊，你得甲清清掉，爱看卖者吼，每者咧清的时阵爱看迄个空嘴是毋是，有小花淡淡，有小花淡淡，你就是爱用即个药病即个药啊吼，啊，咱咧用即个疫病的一个即个药啊时阵呢，啊，因为弱人水通常咱个会惊空调面来得个落雨，所以你免用，因为这是预防嘛吼，所以你免用足好的解这药啊啦吼，就是讲咱啊，咱咧讲的毋是讲足好的药啊是安怎的，讲唔免足贵的吼，其实有诶咱拢就是讲贵的时候不见得啦吼，啊，咱那是事先预防的就好，所以你也当用达美芬用这亚托敏吼啊，即、这个来用啊，这种物件啊，因为伊这专利期过去啊，所以这种通常得了啊较俗一些，话讲迄无啥效啊啦吼，啊，咱预防无啥要紧啊吼，伊这有预防还有治疗的效果，有啥物袂使吼，但是你袂使达到拢用这个，啊，因为迄有空嘴。伊也毋是自然的，即脱落，所以伊也通常啊阴天啊是安怎哦，迄、那个空气收缩得较无遐尼好，所以有当时也胃食也烂，所以咱对后边吼，你可能得爱个淋一点啊冬剂，也是抗生素吼，冬剂就是像加士酮之类嘅，啊你用这种冬剂得爱细致啦，反正高温的时阵，咱用冬剂拢爱小心吼、哦、啊，比如讲加士酮一千倍啊，卖加冬啊，泡较薄一点嘛，无啥要紧，因为咱主要是预防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当用这种啊，那是抗生素哦，可能。的啊，去选择什么美术，什么美术哈啊，家里用来通常会讲，哎呀，全部推荐，啊，无推荐，嘿也无迄个，他也没有所谓这种啊，这个管制的节制用量哈，一种物件也验不也没有在检验的啦哈，所以啊，这个还其实还蛮安全的啊，其实有时啊吼，咱一直在讲抗生素，抗生素吼，实际上对于整个的一个咱使用者吼，咱。啊，家己咧操作吼，尤其是较无好，尤其像即、這个啊，即、這个链霉素吼，这种物件，即有诶国家是禁用诶。为虾米呢？去禁用这种链霉素啊，是四环霉素，因为即人有咧用，哦，所以有人讲，嗯，我都哪好听，都要去转药啊，转转转来转好去。哎呀呢，诶，有啦，有时啊，真正有可能吼、哦，啊，因为你啊，但是即。接受伤济即个抗生素，其实对咱人唔好，因为咱人诶即个身躯内底都会产生抗药性，啊，后盖呢啊，即个抗生素的变作某一种诶抗生素的。的用美好势安尼吼，所以就有时啊啊有伊这种的一个有他这种的困扰的嘞吼，所以啊这点呢，当我咱好朋友吼，小做者一个参考吼，当小了解者安尼啦吼，啊这大概咱咧用的时阵呢啊小注意者吼，这尽量啊这当这吼就稍微还安全一点，对咱人对于啊适当的量，对这环境啊咧用呢，其实嘛拢真安全，但是对啊对。咱人吼，其实虽然是安全了一点吼，但是呢，啊，这种物件吼，糖对这部的这个影响较大吼，啊，咱来试试哦，这大概是安尼一个情形吼，啊，这提供我哩做参考，安尼啊来用啊，通常做不到会当加速伊的一个这个复原，啊，那个无法度吼。啊，用一些啦，这个啊，帮助于生长的这个物件，吼、哦，并讲像玉米素，吼、哦，这种物件呢，啊，加内用啊，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，哈、啊嗯。嗯，好，来六三三八六空一六三三八六零一，欢迎咱所在好朋友吼、哦，多多来利用哦。来，继续呢，过来看吼、哦，其他听友一个问题，啊，手机边听众吼、哦，随时你来收收到，拢会当卡咱的电话。来，紧接着呢，我们来看吼、哦、其他听友想要请教阿巴老师的问题。来，老师看一下吼、哦，这个听友吼、哦、简先生，简先生呢，简明正因为问讲吼、哦，伊定去用手里困啊，腰包杆菌啊，够黑将军啊，是不是讲会当加这个葵芜露到底来使用啊？困感会吼葵芜露抑制或者是消灭啊？暂作剂这连天吼是虾米材料会较好？啊，乌豆糖哦，土糖啊，是真多，免乱嘞。嗯，这个非农药防治哈、哦，总是咱来去接受的，就是讲啊、这个
你要去，那你两个去认知几行这代志吼，什么款吼，就讲、是、有一定的一个限制吼，所以伊乃当控制一个经济危害水平，就是讲会有一点损失，但是呢，要个啊，咱会堪要好料的吼，这种安尼可能还可以的吼。啊，你若是讲啊，要好一比一重，要好伊安尼真霸面的安尼吼，那个是很难的吼。这非农药防治的这方式是安尼吼。啊，这边呢，这个伫啊，不啊去比利时吼，啊去荷兰呢，看真侪这种啊生物防治法吼，这其实咱啊很羡慕啦吼，就是讲因的环境内底啊，会当用这么侪一个一个药啊，但是这一个足重要，这个原因就是讲，因为伊迄个温室是密闭的，你知影无？伊迄个完全是密闭的，所以外口的物件要入去，本身就是一个足困难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内底呢，小花啊，做一个这个有益菌啊，还是讲这种天敌吼、哦，给它绑一挂呢啊，主人吼、哦，那有啥物有伊的有迄个害虫，就会被真容易的去控制掉了。啊，咱台湾吼无法度啦吼，第一就是讲咱无迄个伫外口无迄个密闭的空间啊，无遐尼好的一个环境，所以有时啊啊，这种生物防治法诶，有伊一定的一个界限。啊，其实啊，伫大自然内底讲究的是一个讲究的是一个平衡啦吼。啊，咱硬多强要对一项啊，这个药吼的真吃难嘛吼，这大概会有一定的困难度吼。啊，所以你讲乌豆糖、土糖真济要安怎吼？敢有啥物较好的解非农药防治的一个这个办法吼？啊，这个没有啦吼。啊，讲没有嘛是爱有吼，比如讲你会当用这个米糠吼。咱咧米糠啊，甲敲即个苏力菌，还是敲即个黑将军吼、哦？啊，因为土糖嘛吼、哦，你若讲即个敲的时阵，啊，因为咱种了当时啊，一刚好好啊，隔刚就叫食掉去啊，吼，一枚就叫食掉去，迄丛就怎啊无去？有当时啊是瓜鸟吼，你若看到土口迄、那个金金的，迄通常是落雷，落雷爬起来食，即嘛还有伊的蜜蕊哩，甲白天起来伊的蜜蕊土地吼就落雷，啊，有可能。嘛是即个土卡糖，咱咧讲嘅土糖，其实就是即个球菜叶蛾啦吼，啊，即种咧，伊通常嘅蜜蕊伫土底，啊，伊较爱即暗时吼，较凉嘅时阵，伊较踅出来，较食食，吼，食食伊就等于困，吼，即是即啊，算孔子诶，即个学生宰我吼，宰予作禽吼。啊，伊即就是日时拢咧困的，一个啊暗暗时较出来活动，啊，即种土糖吼，咱就用米糠吼，比如讲。啊，咱用这个米糠加炒炒啊，炒好香啦吼。啊，这个起码炒好香料吼。啊，然后呢，就是讲掺这个苏力菌，像咧用番麦安尼啦吼，就是讲啊，咱台南区农啊，概念场因有发展一种甲米糠炒好香吼。啊，含苏力菌的一个这个，啊，就是讲慢慢啊火吼，啊，你小甲炒吼，这。臭布就无爱食，哎，糖食比人较好吼。伊若臭布伊就唔食，所以你即个鼎吼，啊，咱就少少，咱就放较少咧，一摆差不多啊两三公斤啊安尼吼。啊，即马放落了，伊个切慢慢啊火，啊个炒炒炒，你若钓过鱼的人就知影吼。啊，要钓鸡啦吼，啊要钓台啊呢，拢爱炒米放落下吼。啊，你个炒好香，啊炒炒炒炒四五分钟就差不多好啊。啊，炒起来了，放咧哦冷。啊！你染这个苏力菌哈，啊，一般来讲就是讲这个差不多就是15:1的一个这个比例哈。比如讲15公斤的米糠啊，染1公斤的这个啊，这苏力菌啊呢哈，啊是讲你也当各家染一撮黑将军哈，啊，即嘛。这个悄悄好洗对吧？吼，悄悄好洗了呢，啊，咱会当啊，甲放伫迄个，你即马种了，啊，甲下多长头去食遐，吼，啊，下一撮下安尼贵个吼，安尼你要搞搞，啊，伊即马来即个糖起来吼，啊，伊会去食即、这个，会去食米糠啦吼，啊，有番薯粉来食作物啦吼，但是伊通常米糠会加减食寡，啊，加减食寡，伊就食着伊就爱顿伊吼，所以即通常是会当安尼来做吼、哦，所以你这方面啊，那乌豆糖吼。哦这就是苏力菌、蓝黑将军来喷吼，大概是纯这种方法，也无其他较好诶，想袂出有较好诶一个即个方法。然后当然，你若是讲会当用网啊吼，比如讲我甲即、这个网啊吼，36-100诶，其实都封会掉。等于讲我互成虫卖来放卵，对无？啊，伊主人即个都无乌豆糖，啊那土啊，咱即马甲围起来了，就剩内底食诶吼，剩内底食诶，互咱家处理处理处理，啊哪做的哪少，哪做的哪少，安尼即效果上呢，就会较好安尼吼。所以这是一个啊，咱来用诶一个所在哈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
这个问题，这个葵乌露吼含这个受热菌呐、啊、吼、哦，你若是讲葵乌露含受热菌是完全拢无什么款的解解影响吼，因为这是油脂嘛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一般来讲吼、哦、是完全是无影响，你会当做伙染的用啦吼、哦。啊，至于讲是不是这个物件葵乌露的是葵花油加这乌饭子啊，有的人是加洗碗精吼、哦。如果你若是做这个有机栽培呢，啊，理论上来讲是袂使用洗碗精啦吼、哦，大概拢皆唔知，因为用洗碗精的效果真正比用乌饭子效果较好啊。哦啊、所以真侪都拢假唔知，反正会当安尼做的已经足无简单咧吼。啊，洗碗精咱洗碗都咧用啊啊，提来即个啊，提来用一点点啊，伫即个所在应该是无啥要紧较对啦吼。但理论上来讲，所有的即个化学即个物件吼，化学即个物件是袂使伫有机栽培内底使用啦吼。所以真侪人有当时系纠结伫即个所在，讲到即个足生气的吼。啊，唔免生气吼，你若无要验证记载领导的代志，你若是要验证吼，你若是要验证即个有机栽培的时阵啊，一定爱讲遵照人的一个即规定。讲啊，迄规定足无合理啊，足无合理，无你卖找北京看有较合理的无吼。啊，其实有一定的就所谓的即、這个。啊，咱咧讲诶，即种有机农业啊，不啊，其实是拢开改讲吼，即种叫做规范性农业。啥物叫做规范性农业？就是讲我有一个规范，你照安尼做吼，即种叫做规范性农业吼。啊，即一般来讲呢，伊是一个规范性农业内底啊，伊去规范讲伊袂使用化农药，袂使用化肥料，袂使用啥物，袂使用啥物吼。啊，即种诶一个生产诶一个模式，还够较搞有啦吼，其实也蛮厉害的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就是讲，有当时啊，咱一直去追求的是无啥共款。人咧追求这个有机栽培，咱会去支持，就是讲，因为伊啊，对这块土地是较优先的吼，就是讲伊也无用化肥料，无用啥物啊，拢用足侪这有机质吼。啊，这对这个环境是有稍微好一点点吼，所以这个概念是好的，所以咱甲支持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台湾是无共款，然后咱惊死，所以咱甲支持。啊，够另外一种就是歹天的时阵，咱会甲支持，因为有机菜伫歹天的时阵，拢袂比外口的菜较俗吼、哦。因为因当年拢迄种计少，啊，所以歹天咱就甲支持，啊，好天就无甲支持吼、哦。这样也不对吼、哦，所以有时啊，啊，伊歹做就是伫遮吼，所以你家己去选择啦吼。哦啊、回到这个问题的这个重点，就是讲这个葵乌露吼，这个啊，你那是含这芽孢杆菌，那是黑浆菌吼，因为这种是一个这个孢子体嘛吼，所以呢，你即马做会用吼，伊发芽会慢一点哦，发芽真的会慢一点啊，但是啊，干白化也不会啦，还是可以的吼，所以只是稍微慢一点点啊，刚才抑制会一点点抑制啊，会被消灭吗？完全不会啊，伊哪会都甲消灭呢啊，这种物件吼。啊，咱得免去抓农药啊，哦，所以无遐好用。伊完全是伫即个作物的表面产生一个那种保护膜，即种物件哦，并讲像白粉病的一个孢子啊，去管定。啊，伊拄啊好去抓一个葵花油的即个油脂吼，伫伊只遐，所以伊迄个白粉病吼、哦，白粉的一个孢子要发芽的时阵发卡袂起来，长不起来。哦，啊有即、這个。比较不容易长起来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安尼盆内就长不起来，啊，盆内呐长不起来，啊，我卡得爱去用农药，我唔慢咯，我得要用这就好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啊，这是不得已的不得已，吼、哦，这不得已，啊，因都无物件通好用，啊，纯即个有用比无用一定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完全袂当含农药是同款的一个这个概念，吼、哦，我讲啊，迄有机的真简单，你敢讲即个？白粉要转啥物？吼，我不爱用农药啊，转葵乌露啊，这个落菌啊，转啥物啊，转这个亚磷酸氢氧化钾，伊用等号去来改代换吼，想讲安尼的有机就做起来，那遐简单就好啊，全世界都拢做有机农业，无人袂去转农药吼，农药也不是免钱，是不是呢？所以这是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不要寄予太高的这个厚望安尼吼。啊，这斩蛰剂要用什么材料较好啊？这不一定啦吼，就是讲啊，你那是有的人是较爱用迄个洗碗精哈啊，这个电视有咧广告哈啊，这个秀珠啊咧广告一种嘿吼，古早时代有啦，今麦那传播啊哈，比较少。欸、很少看到啊！迄种是足侪人普遍拢感觉袂歹用，伊泡泡较袂遐济，啊，伊个泡泡嘛较油吼，所以提伊来做斩蛰剂是其中一种的这选择。但是伊个迄种物件吼，伊无渗透性吼，所以伊个算那小块落一点啊，吼伊就流掉去吼，所以这没有什么效果啊。所以你若要用，当然你若讲我用。
伫即种阴雨天，咱惊讲伊个一个即个去互火解洗掉去，咱得爱用一点啊渗透性啊，即种渗透性佫袂使。伤强的渗透性就是讲，伊话都侵入植物伤过，迄边嘛袂使。啊，所以有纤维即个渗透性，所以啊，即种通常的即个物件就较贵哈。所以即通常啊的真侪好朋友拢会知影吼，咱电台拢有一个即青青报来讲足贵的一罐哦。啊，就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斩浊剂啊，你得当摕即种物件来用。哦，啊，其实斩浊剂足侪啦吼，其实外口迄个足俗的有，也是啊咧卖吼，去流汤啊啦，流无掉的时阵，也是去拔啥物拔无掉，也当送你一桶足大桶的迄种洗碗精黑吼，迄嘛足俗的吼。啊，迄种其实嘛是算斩浊剂，但是伊个可能是啊，即、這个起泡剂迄下较侪，吼，你看到足侪泡的吼，啊，咱全油啊看到足侪泡啊，不见得是好事啊吼，废气啦，其实无啥物坏处，但是呢，就是足废气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即种的。那是发泡剂较侪吼，这种咱得尽量少用啊。啊，天然的内底你也当用牛奶，你也当用这个用吼啊，做这种的姐姐物件啊，这都是可以去选择的哈。我是个人去认为讲啊，还没有什么太大，这就是看你的习惯哈。在这什么时阵，平常啊，不也袂叫你去用什么足贵的一种斩浊剂，好，凊彩用这洗碗精啊，4000倍、5000倍来用嘛，嘛是赶快有些好个，但是拄到这个歹天。啊，落雨这种吼，为着要延长伊的保护效果，通常咱拢会用较好的姐姐斩浊剂啊。啊，这是咱伫这转药啊，这中间当然你那是啊，利用这个有机栽培，这些斩浊剂其实都是不能被认可，除了牛奶以外，吼，牛奶是一个乳化剂，其实它也有分散的效果啊。啊，你也当去利用啊，剩的你都别使。哦，啊，但是我唔知道你是不是做有机栽培，还是讲啊，我都干做一个非农药的姐姐防治，啊，非农药啊，我用一挂这洗碗精倒是还可以，但是啊，你千万要了解哈、哦，有一挂这个啊很劣质的这种洗碗精，其实哦比清水还要糟糕了，好、哦，就是讲你洗碗你用清水洗，啊，可能油油摕到安尼个小个小呢，遐无啥要紧哈、哦，啊，但是呢。啊，迄种劣质的洗碗精吼，迄洗了对手也好，对这环境也好，啊，对你家己那是拖无清气，然后有的人呐，哇，这袂起泡，加加几一挂，你呐用用的吼，啊，食食落去巴肚底，其实种物件吼，比迄个油吼，佫较食力啦。哦，所以热水其实是一个很好，比如讲啊，咱要洗碗进前，咱先用烧水，啊，甲伊捞一遍啦。好、哦，啊，捞一遍啊，过些油就大概就去除掉一部分，啊，少量用一点点洗碗精，好、哦，适当的使用，啊，迄种物件卖欠吼，啊，当然，在咱农业上咧使用吼，嘛、哦、是要小心啦、啊，吼、哦，迄种劣质的这物件，虽然咱用量真少哈、哦，啊，不过基本上呢，啊，这个有呢，较看卖者呢，哈、哦，嗯哼，好，来6338601633。八六空一，来老师继续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李崇英的问题哈，李崇英们哎在打击哇，就真的蛮多的哈，那老师你就一个一个见招拆招吧哈，五六个问题好，嗯，都将一个问一个问题跳过，其实我是刚刚讲这个，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，咱听众朋友讲，不要连猴子不吃的皮，干嘛自己还要吃这样子哈。哎，当然我刚刚咱听众朋友足够追的哈，我知道你说谁。其实我是感觉讲金蕉皮吼，你若敢食吼，它真的不错了。不过我们真的吃不下去哈啊，因为有人去针对迄个金蕉皮去做这个研究，它真的还很营养。咱就事论事啦，对，它有那个色氨酸呐、啊。哎呀啦，啊，但是迄个不是食迄类物件哈啊。为什么失恋要吃那个？因为钾含量很高哈，所以会很快乐啊。所以呢，吃点香蕉真的也很不错了哈。尤其啊，人那些啥热人这阵哦，这个买买多啊，但是呢，较食买安尼哦。有去菜市啊，就买几只啊。有去菜市啊，因为你若买回来哦，买一盖啊。甲农民支持一下，啊，一概去买一皮，结果食无偌济，便宜讲，咱会感觉讲啊，遐那厝拢无人要食，对吧？啊，你也买两只啊，哦，啊，囥咧，啊，即马就加两公，啊，个食完啊，过来买，哦，啊，食完啊，啊，过来买，啊，大概拢无浪费掉去，安尼等到食较还济。哦，啊，你嘛袂感觉较袂无菜啦，吼，有些物件买啊，无食便宜讲吼，佫较俗，咱也是感觉讲。啊，偷贼安尼，是不是？好、哦、啊，香蕉是一个很好的水果。哎呀，啊，袂使去啊，说真的啦，吼、哦，这些代志啊，袂使去怨天怨地怨政府哈。啊，这些物件呢，
啊，确实咱台湾的这个农业的这个竞争力哈，有一点点失去哈，啊，不然就准备办一团香蕉团哦，抓咱听众朋友呢啊来看一下啊，什么叫做国际大厂的做这个香蕉哈，因为按人安怎经营起，哇，那个真的很精彩哦。所有的东西，啊，这个规范了很好势，哦，啊，问题是说这种的这个成本的投入不是我们小小的农民有办法去做的，啊，但是不是我们小小农民有办法去做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机构可以去做一个这个啊合纵连横啦，啊，哈，不过通常这个解决事情比较容易，解决人哈，啊，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啊，你哈，所以我大概我能知道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，哈，啊。好，这个就不废话了，反正这个讲下去呢，讲了三天三夜讲不完，然后讲不完呢，又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事情啊，啊，这样呢，对咱听众朋友可能的。啊，卡派谁哈？你做这代志，不是啊，不然我都改过来哈。我还是一个小小小小小人物啊。来，这个咱这个，李先生嘛，哈，还是李小，应该是不管哈，反正先生小姐都好哈。我有照片还蛮可爱的，现在看到那种小女生，可能阿伯啊最近已经到了某一个年纪哈，啊，温姐的同学生了一个小女儿哈，我还真要靠骨锥的哈，就细汉哦，那个大陆的同学，我想讲你这卖同学，我生小女儿吓我一跳，快50岁还给我养小孩，太累了吧？这边的同学哈，生了一个小女孩哈，还靠骨锥的哈。啊，起的当然，咱起的变爷爷啊，哈，所以因为他妈妈还小我4岁，哈，我同学因阿母啊，佮减我4岁，因阿爸佮加我1岁呢，伊的囡仔已经因一个啊博士班毕业吧，哈，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有时候岁月不饶人呐，所以看到这种囡仔时阵，他们较早无同款，哦，以前我看到。一种小女生有一阵子会觉得很害怕，哦，因为半暝该泡五零，一种恐怖的记忆呢都会在哦。啊，伫电台一阵做节目做个杜姑哈，哎，哦，嘛是那个个炸波啊做套炸哦。啊，做早上5点到7点的4点我啊4点有的出门哦，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哦，所以。啊，这个赶快把李崇英的问题说一说，赶快，不然时间要到了，啊，剩下10分钟而已。老师，没有，突然今天很感触哈，哦，这手抱恩师，卡在北坡时哈，哦，好。这个不要再废话了哈，最近这和平话，不管你最近会为卡在拍摄管量，老人家都是比较啰嗦的哈，来，这个好朋友讲，伊想要请这个往事水平温室诶，迄个往事哈，水平盆哈，在讲水平往事的姐姐红心呢，要来种啊，种这个金龟哈。水平往事种金龟，你为着目的应该就是讲要预防这个一种叫做果实蝇啊，瓜实蝇嘛，对吧？但是伊即内底一个授粉，你爱去考虑吼，因为伊即昆虫授粉的，所以你变做网啊内底无昆虫，你是要放蜜蜂，还是一般即种是即，這个很难啦吼，所以即种伫往事内底要种吼，所以可能你爱先考虑即个授粉的即个即问题吼，即阵呢后边要问即种都是可以的吼，但是即个授粉的问题呢，你爱先想办法来解即个解决吼，你讲。国历的一个，即七月中要种，七月中要种的时阵，你要注意即个营业粉丝，唔是袂晒吼，就是讲，因为你做人即阵咧种吼，即，伊有一个即个较大即个问题啦吼，就是讲会有一点啊，即个一种营业粉丝会传染病毒嘛？啊，那得病毒的时阵吼，咱束手无策了吼。对，到目前为止无啥物较好有效的一个一个方式吼。所以这是虽然讲是中国南瓜系吼比较耐热吼，但是呢，就是讲你咧种的一个时间啦吼，通常是
较慢一点点，因为伤早种吼，这个病毒率很高吼。而且你那不是家己疫苗，你是伫这个啊疫苗厂咧疫苗的时阵，迄阵拄啊好，因为你七月要种吼，你七月要种的时阵，应该是六月之前只吼，也去拄到人疫苗的高峰期嘛吼，所以有当时啊，这个中间会真有吼，所以很容易去感染，控制不掉，所以你也是讲会当控制好势啊，你七月中种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一般来讲，伫台湾哦，八月加八月底吼，八月底来台店都没有问题啦吼，所以啊，这个中间吼，咱应该是还可以吼。啊，行距是十六尺正一排，哦，你要上病吼，或者啊，这上病都有一点点啊，之类许啊吼，都有一点啊，这个技术哈。十六尺一排上病去了，一个往南，一个往北。十六尺一排，一个往南，一个往北，应该八尺应该是足够的吼。啊，这个应该是有够宽，所以你这真有够宽，所以你的主距吼，可能你会当量两尺，吼量两尺你就甲种一丛吼。这尺半，因为尺半是较密，因为这叶较大叶，所以你应该两尺会当来啊来种一丛吼，安尼起来。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应该是无啥问题哈。啊，上病去理疗吼，要安怎来改这老骨吼？这啊，这种阿型症加会当伫这个药呢啊，算讲要用这种方式来啊来整吼，这应该是刮型会鬼阿型个鬼阿型吼。啊，老师应该是有真会有一点点正面吼，正面的一个啊，一个好处吼，所以我相信应该是还可以吼。啊，一般来讲吼，咱咧种这个金龟吼，金龟一个这整蔓的一个方式吼，啊，各有千秋啦吼，所以啊，这大家拢伫遐咧修正，即讲啊，啥物时阵是较好啊，是安怎吼？其实那是依咱这个中国南瓜型的一个这种啊，这个金龟吼，这种的吼。嗯，我个人吼，个人是认为讲，伫即个种植的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做双蔓吼，做双蔓吼，算讲你去哩啊，互伊爬，你头啊拢先留一条就好啊，拢啊，反正你要互伊爬去平顶，咱正常伫平地是做双蔓还是三蔓吼，这拢无啥要紧嘛吼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讲，你若是要做饼啊咧种的时阵呢，啊，大概吼，大概就是讲，伫一个即个向你当，做即个许起哩吼，啊，老个管定你得变做箱顶安尼。哦，做双顶，安尼可能是较好啦吼。啊，有诶是讲留三条顶吼，伫啊伫即个田地吼，啊，即种应该那是伫平啊顶吼，要留三条顶是无可能，所以我是留两条啊。所以你先互伊甲平啊，但是要留两条嘛，是爱甲平啊顶以后叫分吼。啊，伫下骹诶时阵卖分吼，下骹留一条，我剩诶拢拆掉。啊，你嘛上平起咧，你要留两条，迄阵你着卖插伊，啊，若看着加减两条，啊，若无得啊，无得卖甲做处理安尼吼。所以这大概是。这整慢的这方式呢，啊，这个应该是安尼一个方法啦，哈，啊，所以这和你稍了解一下，哈，啊，这种的一个，那是讲除了阿成这个品种以外呢，这个我个人认为讲阿娇你也当考虑了，哈，啊，你也当两种试看嘛，因为我个人是较爱这个，比较喜欢这个品种。没有其他的意思哈，就是讲纯粹是这个啊，因为这种这个阿胶较混吼，阿型较水哦，所以啊，目前伫这市场上是较爱了啊，较混的这种的，一个较甜、较混的这种品质哈，啊，这个、个人的这选择哈。啊，而且就是讲这个玉米树哈，什么时阵要用哈？细长种的时阵，你得罐头得让用啊，哈，罐头的时阵罐两边啊，啊，即马起理了的花茎哈，已经上病啊，要开花进前过来用一届，这是一个这个啊，使用的这个点哈。啊，迄、那个雕花迄个啦吼，迄、那个啊、最主要雕花就是讲咱会当配合耐乙酸钠吼，耐乙酸钠呢啊来用吼，来啊，即个喷的时阵就是喷无花就好啊。你用即个雕花吼，咱有一个雕花细胞分裂数1000倍，啊，然后你喷配合耐乙酸钠来用啊，耐乙酸钠要用几倍吼啊？即也不啊不啊都甲你讲，因为你摕到是看是虾米款吼啊，咱对当根据你所摕到的一个倍数呢啊，算你。摕到迄种浓度，咱较来用，安尼吼，可能得较好去啊，较好去做调整啦吼。所以这一般来讲吼，一般来讲呢，
伊那是百分之五诶，哈，百分之五诶，百分之五诶，这种浓度你就是用这个啊两百倍安尼，吼，你安尼干点，百分之五爱用两百倍。哦，百分之五用两百倍啊，这种的这方式啊来喷哦，啊喷无花就好啊，吼，有开花啊，开花了得啊，开花得爱喷，袂使等花谢去，花谢去就落啊。咱一定爱开花，所以每一工伫十点进前，一般来讲有当时啊热人可能九点吼，啊九点遐就差不多啊，所以你若露水打，差不多七八点啊遐露水打花开。啊，你都爱去喷哦，十点进前上班，十点进前都爱喷完哦。啊，这样咧起来就较有一个这个叫吼、哦、啊，这个会当来甲伊做一个处理。啊，你这有用蜜蜂嘛吼、哦？所以你讲上班是不是？第一批花，第一批花就刚开始老，因为下骹遐拢互咱染掉，所以起嚟你开始就会当老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会当小老一下安尼吼。啊，所以通常第一批花。采收了未结束啦吼，伊有几啊批藤啊藤藤蔓吼，一般来讲会当留四粒至六粒吼，所以你甲看应该是到六房花这所在吼啊，那棚啊啊配合这个人工授粉，安尼应该有法度来甲伊这个处理了未歹吼啊，这个方式呢，互你小做参考者，有哪个不清楚，随时过来做一个这个讨论啊。嗯哼，好，来时间的关系，赶快呢提起咱。所有的好朋友，明仔空中再会，拜拜。